Hello， 大家好 ，Flexi Cloud Connect Plus 将配备 10.1 寸智能操作面板的多功能影印机或者打印机结合商用的云端服务，一键简单将文件上载到云端上面，配合流动应用程式，帮你随时随地分享或者检视文件，灵活存取更加高效。今天我会教大家怎样用 Flexi Cloud Connect Plus 将文件 scan 上去云端上面，方法就有两个。第一个方法是直接用 Rigo 的多功能影印机或者打印机直接 scan， 然后文件就会上了云端。另一个方法就是用电邮附件的形式将文件传送去你预设了的电邮地址。好，不如我们学一下怎样做吧。首先登入自己的 Connect Plus 账户，然后选我的账户，去 Email to Cloud 这一栏选 Enable， 然后选 Save 储存，这样就设定好了。跟着我们就可以试一下 Scan 了。我们先去回主页，选回你账户的 Icon， 那我就选 SOKO Sogo， 然后放好文件，揀返啱 setting， 揀 scan， 咁就得㗎啦。